今天的办这个活动也是要完成他说，在这个温王庙，服侍了一甲子，那个垦务翁牙也是我们拜了50年第一次回娘家的一个绕境活动，也完成我爸他这辈子可能是他所见到、所看到最后一次的庙会绕境活动。 伊家己嘛知影，伊即件代志，伊爱去完成。我是会祝福，我互你完成即摆即个出巡甲变化活动，因为伊曾经捌甲我讲过，阿囝，我的时间无解久啊，迄种情况咱听着，咱敢袂当去替伊完成种代志。 我亲大姐将近20年前，就是他们家里去一家一个公庙，就是有某些因素主持的太太就死掉，啊死掉之后就来找我大姐，大概交代跟老二对啊，来我讲高定头的地方，好，就比较大声，会使甲叮当甲动的，你是不是有一个查某人，或者说什么的，穿什么款衫，结果我大姐讲。 有一寡代志，伊比普通人搁较早知影某一个人会发生什物代志，啊，所以即摆变成讲，啊，如果人来问，伊嘛袂当人讲白，算讲伊的考虑啦，啊嘛袂当人讲的偏激不可老实，伊伫外口互人的认为讲，哦，一个高高在上安尼，其实事实上，伊是乐于助人。 我当上做已经53天的日子，啊，首先是还袂做这个进程，哦，我就是做下面这是，但是我当这边，啊这边，大家拢讲伊要换，但是当时我唔知伊是分两边花了。 等到我做边等来时，我知影讲伊是今日即条即个法门。啊，伊的法师，伊的做人，伫阮家己做伙来，我认为吼，声会较高些。像像你若看伊的，拢足起来，伊就爱唱，爱做爱帮助。有的代志，拢知影讲天机不可泄露。 证明予伊知影，意思就是爱伊暗中去证明，并袂当公开证明。哦，啊，所以往往人咧造成讲，哎，即个人歹请安怎？哦，所以即点希望大家毋通阁讲，哦，阮高中是一个足暗度的人，哦啊足无良的人。我来即点安尼，请大家吼，毋通阁讲即个问题安尼。 我伫遮，我要澄清，就是讲，阮高中有诶功夫，就是拢遮王爷则来教，包括请王上王者经过6-7科，所以变成讲王爷该教诶，而且佫不准伊留下记录，你讲要叫伊安怎共教，啊，但是有诶人佫很莫名其妙，就是讲来到现场现处理，敢讲拢毋惊会读错吗？伊今仔要滴诶物件，心内也想要滴，即个咱讲诶无形诶世界。 就随时予伊知影，所以伊对这方面非常把握，就是安尼来。
带我爸爸带我们出去佚佗，爱住伫迄种迄旧式的那个三合院里面玩。啊，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那时候是夏天，又是那个旧的房子，蚊子又特别多，啊，就是大家都睡不着觉，啊，我们爸爸就马上在那个墙壁上哦，就这样的画，差不多三分钟时候，所有的蚊子都飞到那边停止，整间房子的蚊子都跑到那个墙壁上歇在那边。可是他有交代我们说，那只是说叫他暂时到那边休息，他没有妨碍到我们，你不要去妨碍到他，不要去打死他，就这样可以到一觉到天亮。真的，这个是我亲眼所看到他的事迹。有一次啊，去那个太鲁阁那个苏花公路，就是游览车在开的时候，有人在跟他讲，可能会翻车，你要小心，你要那个安全带，你那个椅背要给我掉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敢讲，跟隔壁的邻座讲，他说你那车子开得太快，要小心一点，等一下发生意外。当下到三分钟之后，整个都摔到山谷去。很多人有受伤了，我妈妈也受伤，就是她没有受伤，但是还是一样帮忙大家救那些人出来。那就是有那种感觉，人家会来告诉他说：“哎，等一下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那是怎么样？”肿瘤，你都完了，我找阮太太来吧。从目前啊，韩国人开工安尼，我拢无讲啥话，讲高中讲啊，主要就是啊，我们就是太太，就是当阮走了后，我了解伊，伊甲我讲，伊老爸摕一本珍藏的户口，然后把伊挂出，伊讲你是外口听。跟他 教的就是一些外面的这些敲锣，一些形形色色我们看得到那些工作。嗯，我也了解，因为对着这边，咱这边呢，可能这边跳那里。啊，其他就是说无形中所看到的这些，他所学到的就是里面的生意是他教的。跳对台底下，所以讲也等于用水资源的，也等于用地的。还有人家讲的说，可以知道预知啊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人家神明会来告诉他，他是因人家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人家讲的怎么样，有带个天命还是怎么样？
许明年后年什么时候再办这次的活动，我也不敢想象，也不晓得他说他还有没有这个机会亲眼再看到，还是说亲眼再办一次像今天一样的这个绕境活动。所以趁这个机会也刚好遇到说要办活动，家里要办喜事了，那遇到他身体状况又不好，又在住院，也特地说请医生帮个忙，把他带出来请个假，带他出来来让他看一下，完全让他聊一下他这一辈子心目中的一个他的心愿，他想要还给王爷的最后一个希望这样子。今仔借这个劳累，阿恁祝福你，希望讲伊会当成恁的爷，阿嘛希望讲伊的人生的一条路当中圆满，阿会当去做伊该做的代志。在这也希望说我爸的身体能够这样子赶快的好起来，一家人幸福快乐过生活，谢谢。